现在一同踏上红毯的是导演丁晟、演员景甜，让我们欢迎二位。二人曾在电影《警察故事》2013中有过默契的合作，丁晟导演擅长用坚毅的镜头叙事，而景甜也在该片中首次颠覆了自己过往的甜美形象，凭借突破的表演得到了观众的认可。再次欢迎二位。